會用一個豆豆式的方法咧，就點曬喺塊面度，然之後再用一個粉撲，咁就印到佢均勻。我最怕夏天我的底妝會出油啦，或者是不上妝。夏天咪出很多汗嘅，然之後佢嗰啲汗咧，令到我哋啲毛孔塞住曬好多污糟嘢啦，形成咗呢個暗瘡同埋粉刺。其實我本身就最喜歡一些比較透薄的底妝啦。如果你上鏡或者是做嘢的時候咧，會令到啲皮膚咧太大負擔。第二就是不想影出嚟咧，好似好累贅咁。因為我都是想佢薄啲啦，咁就會用一個豆豆式的方法咧，就點曬喺塊面度，然之後再用一個粉撲，咁就印到佢均勻，然之後先再上碎粉。咁最緊要嘅就是咧，要有定妝噴霧噴兩下，一定要補水啦。如果你唔補水嘅話咧，你就會好容易出油啦，同埋會好容易唔上妝咯。不論你係護膚或者係化妝啊，每搽一個步驟咧，我都會等30秒之後，我先再搽第二個步驟，咁樣就會令到啲 product 啦完全吸收曬喺塊面度。